斗之一。水塔边。好紧张。恭喜两位，贺喜两位，你们现在差距只有6400元，可这个差距很容易被超越，所以一个抉择错误就输了。是，6、7、8三层楼，18个信箱，总资源新币在25万，48000目前领先，请问先打后打？先打。先打，请出题。有长寿菜美称的是海带芽还是地瓜叶？海带芽。哎呦，请揭晓。哎呦，你怎么知道？厉害啊！因为比较常吃海带，我们家人比会比较重视。我比较常玩海带，嗯，海带啊，脑子就是想玩海带而已。7楼之3，7楼之3，准备开箱。11000元，留是不留？留还是不留？先留吧。开始有17000、18000的差距了，你要18000以上超越他，加油！李少杰准备，请助理。我们常听到的金华火腿，它是猪的后全腿还是前半腿？后全。你干嘛？轮流打。后全腿，请揭晓。有，来。四位新币，请选择。7楼之4。7楼之4。18000以上你就超越他了，还不错哦。16000元。留是不留？保留。留。你们的落差现在缩在1400元。换你答题，你也只能再保留一次。是，请朱小丽。成语“脍炙人口”的“脍炙”，它是表示诗词美妙，还是人间美味？人间美味。你怎么知道？感觉古代人都喜欢吃美食啊。请揭晓。对嘛，那个字就是烧啊，对，有火。请选择。8楼之6。顶楼加盖。8楼之6。你运气不太好。11500元，留是不留？不留。现在又不留了，那刚11000为什么留？先懂得储蓄比较重要，再存下，再开源。李少杰准备，请出下礼。陈唐诗中最多诗人描绘的季节是秋天还是春天？秋天。请揭晓。换边发球，林秀和准备。请助理。请问蛋白熟而蛋黄不熟的蛋，我们称之为溏心蛋还是温泉蛋？溏心蛋。请揭晓。聪明啊，厉害。请选择。6楼之6。6楼之6。你剩下最后一题的机会了。对，最后一题，最后迷信一下。6楼之6，还不错。16500元，留是不留？留。留，加上去75500。里面2万、3万的都有。哦。来，李少杰准备下一题。请问吃洋葱要生食还是熟食，能够保留比较多的营养素？生食。请揭晓。请选择。漂亮。8楼之1。水塔边。好紧张。18000元。有。逆转了。逆转。保留。75600元。哇，500块哎！恭喜李少杰逆转胜。送给少杰什么好礼物？我们要送给你两。
两项大奖哦。第一个礼物呢是傅炎楼顶级 SPA 卷，这有黄金舒庆以及非尽其技的顶级 SPA 体验，让你舒放身心灵，让你的肌肤细致滑顺、深层松放，无能手处可以卸除都会繁忙的生活压力。另外一个呢是 Aion 的飞轮健身车，可它是座椅以及多角度的把手，可以符合所有人的身形。静音沟槽的皮带可以有顶级防锈的技术涂装，不需要日风吹日晒，雨淋在家就能够安静的骑，享受你自己独有的私人健身器材，最适合家里使用的飞轮健身车。知识就是财富，请努力增加你的智慧，累积你的财富筹码。想要打开金库的致富密码，记得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9点，就在《全民新攻略》。拜拜。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，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，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全新攻略快点来订阅。